我是我们家根妹死掉了，不爽崩溃，想毁灭世界，不讲话了，可是还是要讲话，兼具自表化、老离题、黑化的卡西里。呜、哦，电影说说 movie at R 系列第37，我看见说，我瞪他眼奶，看见说，我先道歉。卡西里一般会减少使用情绪性字眼和恶意带上嘲讽口吻，但这部作品逼得我口不择言，超级大烂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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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次，极尽扭曲之能事，极尽扭曲之能事，极尽扭曲之能事，说三次。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我看见兽？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我们真的看见兽，那只兽就是我看见兽。君君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基督徒，被教会排挤而决定豁出去做自己，但做自己以后和已婚女友之间的矛盾，让他终日活在抑郁之中，愤世嫉俗，直到隔壁搬来一对教会的母女，终日用诗歌洗涤他，直到教会的姊妹和牧师在他软弱时关怀他，最后还帮他实行医治祷告驱赶邪灵。驱赶过后，他就突然变了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在教会见证同性恋是被邪灵附身，视野兽在辖制同性恋。我看见兽种种表现都极为差劲，台词满满的生硬生硬生硬，演出满满的生硬生硬生硬，格局满满的肥皂剧肥皂剧肥皂剧，内容更是满满的教育传教位教育传教位教育传教位。它非常成功的传递了近乎二三十年前存在于教会的会众对同性恋这敏感词汇的反应。教会或许站在同性恋是罪的立场，但这个年代会真的这样指指点点你排挤你吗？今非昔比，听我一言，教会永远不会把集体的丑陋搬上台面。你不会看见教会出现立法院那样的撕逼场面。假如撕逼都让你看见了，那这间教会还真是不及格，不能待呀。原谅我讲话这么实诚，但确实如此。教会是一处让个体本身将丑陋搬上台面的地方，是一处让你把软弱放进去，得到众人关怀、安慰，得到神医治、怜悯的地方。即便对身边的人有不屑，表面上你是永远不会看见教会的人显现出鄙视情绪的。我看见兽根本形塑的是个不合乎现实的教会，根本猪队友。谁说这是一部传教电影？这根本是一部把人远远推离基督教的电影。所以我看见兽不仅扭曲了同志群体，同时也扭曲了基督教。回到他扭曲同性恋的部分，当中用来指涉同性恋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的每一个问题，套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成立的。每个人都会软弱，每个人都有软肋，每份爱都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难。难道因为遇见的困难，就可以剥夺两个人相爱的本能吗？那这个世界上有谁的爱是完美的？有谁的爱可以被允许？我看见兽以悲剧性导向来引导你推论，君君做自己的结果是孤单、寂寞、觉得冷，进行了所谓释放意志，回到上帝怀抱后便满面春风，以这样极端的结果论来污名化、妖魔化同志群体。而这妖魔化的过程，甚至连一点花言巧语、粉饰太平、基督徒最擅长的虚伪假面都懒得戴上，直接硬生生说同性恋是因为身体里有野兽，透过一个小女孩之口说阿姨身上有怪兽。那瞬间，我以为小女孩说的是这个怪兽。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结果搞不拉斯八尺你嘞，结果居然是真的在说有怪兽、有邪灵在君君身上的意思，说有怪兽，然后接着马上就必须断开魂结、断开锁链、断开一切的牵连。哎呀，原来早在美江以前就有此一话了，我真的跪了。没有谁天生就该是同性恋，我原话还给你，没有谁天生就该是异性恋。君君让牧师进行了所谓驱魔祷告之后的一天，向众人见证。直到有一天，我去那家常去的 T 吧，才刚进门就看到一堆好恐怖、好狰狞的怪兽附身在人身上，那真的是一幅非常骇人的画面，比我们所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还要恐怖。哇嘞，真的好恐怖！你怎么知道你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还要恐怖啊？我再次跪了。不过这部作品问对一个问题，性别是原罪吗？是。我看见兽这部作品成功登上了卡西里活到目前为止看过的最恐怖的恐怖片。如果有哪个小伙伴需要了解这部电影 DVD， 我可以给你寄去，不然估计我也准备把它烧掉。但你看完以后会跟我一样想要把它烧掉的时候，先且慢，希望你也寄给下一个人。这种百年难得一见大烂片，需要更多人知道它有多烂。月百合季 bonus done。 卡西里点评那么多 LGBT 电影的原因，你们说天堂永活，地狱永劫，废话少说选一个吧。我只有一个问题，有永赦吗？
灰熊我看见兽算是卡西里对 LGBT 立场最后的交代。本来它不存在于五月所要点评的百合片单，因为它相当明显和其他部电影格格不入，不是吗？首先我要声明，我是一个充满怀疑论调，支持 LGBT 即将离开教会的第三代受洗但相当懊悔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再妄称基督徒，因为这三个字真是人间最大的负担。说真心话，我觉得你可以说自己信基督，但不该称自己是基督徒。好吧，蛮矛盾的，但我真的这样想。不能称作基督徒，那要叫什么？你就说我是一个还在追求基督信仰这条道路上的人。说说卡西里为什么点评呢，或之后还会点评那么多关于 LGBT 的电影。其一，爱情的甜蜜不再需要一再阐述，俯拾皆是，我更愿意阐述爱情的凄苦与试炼。其二，确实只是因为想借电影传递我对 LGBT 的看法，传递到哪天你不再觉得 R 系列严重失衡，哪天我也就不再需要谈了。以下也许矫情做作自以为是说教意味浓厚，但也是真心诚意的在矫情做作自以为是说教意味浓厚，掺杂了些危险的话，但我还是说了，因为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分辨哪些是我的真心，哪些是真心中夹杂的恶意，哪些仅仅就是恶意。在五月前大致结束的点评 LGBT 当中的 L 系列，有段话本来是想要等七月份蔷薇季结束时再讲的，想想还是现在讲吧。人世只有一种真正的悲剧，它叫学习佛斯。学习佛斯得罪了诸神，因而受罚。受罚的方式是他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抵达山顶后会滚落，而他必须再把巨石推上去，就这般永无止境的重复下去。这个故事甚后成为一句形容词，学习佛斯似的。表示永无止境、徒劳无功、毫无希望的轮回，这是薛西佛斯永劫回归的悲剧命运。我不愿 LGBT 落入薛西佛斯这永劫无终的悲剧之中，所以不断透过点评 LGBT 的电影来反映和强化我内心对这件事的看法。一方面企图得着共鸣，另一方面更多是希望恐 LGBT、反 LGBT 的人士们看见爱的平凡与伟大，而非爱的咒诅与枷锁。尽管我知道你们会说这得罪了上帝 ，Go to hell。我不愿 LGBT 还要因为地域、文化、宗教信仰任何外在条件、外在环境被这个世界遗弃、忽视、跳过、视为不存在。一方面企图的是在我力有所及之处，最大程度强调自己的立场来呼喊公平正义。尽管我知道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始终是希望恐 LGBT、反 LGBT 的人士能看见爱的平凡与伟大，而非爱的咒诅与枷锁。尽管我知道你们会说这得罪了上帝 ，Go to hell。我不愿 LGBT 因爱受罚、因爱受苦、因爱受害。一方面企图传递的是人有原罪、有后犯罪，但罪外有赦的观念。如果有什么是人最无法控制的罪，除了爱，我真的不晓得还有什么了。如果爱真的是信望爱中最大的，是最高大上，我真的不晓得爱人何罪之有。另一方面还是那句老话，最大大大大的希望是让恐 LGBT、反 LGBT 的人士们看见爱的平凡与伟大，而非爱的咒诅与枷锁。尽管我知道你们还是会相当坚定地抱着圣经翻的旧约，指着那几段千百年来你们始终相信的真理来反对 LGBT， 甚至组织什么走出埃及、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互加盟等来大声地说这得罪了上帝 ，Go to hell。走出埃及是吗？你有办法告诉我如何进入迦南地，我就相信你没有办法让人走出埃及。互加盟是吗？你有办法告诉我如何守护那些正在破碎婚姻中受伤害的孩子，我就相信你没有办法捍卫家庭价值。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见麦当劳的厕所是为什么，因为有肯德基还有摩斯汉堡、汉堡王。儿童志们会特别乐意去见麦当劳的厕所，因为这是一间对他们怀抱善意的厕所，拉起来特别舒适的厕所。而你晓得怎么着，你们坚持要排挤少数，但同志人数绝对大大超过你们的人数。于是乎麦当劳里面什么人都有，有支持 LGBT 的，也有不支持 LGBT 但不会突然让他们觉得麦当劳变难吃，也有众多 LGBT 们。但你晓得怎么着，你们晓得怎么着，就是没有你们。你们排挤麦当劳，而麦当劳成了素食业中最多人聚集的地方。于是你搞清楚到底是谁受排挤了吗？你搞清楚是谁受排挤了吗？是你们，而且是你们选择让自己受到排挤。互加盟的同志们，就只是借个厕所而已，就只是借个带有善意的厕所而已，就只是借个你在短暂的时间可以暂时栖身并感到安全舒适的厕所而已。我不相信在你拉肚子膀胱快要爆炸的时候，你不小心冲进麦当劳的厕所对着马桶时看见是带有 M 字号的马桶会说操
这是麦当劳的马桶，我尿不出来，拉不出来，我好纠结。于是，薛西弗斯的悲剧，请让我为麦当劳鼓掌。坐享素食店龙头不是没道理的。我不愿 LGBT 因爱受罚，因爱受苦，因爱受害。我也不愿你们因 LGBT 们受憋屎憋尿之苦啊，互加盟。什么是同理心？这就是他妈的同理心，明白了吗？谢谢，也谢谢麦当劳提供友善的厕所。幸福的故事都一样，不幸的故事却有千百种。认真说起来，亚当夏娃幸福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世界末日来临前， LGBT 四个大字能够因为它曾经存在过而能够走向不再需要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愿意相信幸福的故事也有千百种。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不前，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远。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叫我看见兽？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我们真的看见兽，那只兽就是我看见兽。君君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基督徒，被教会排挤而决定豁出去做自己，但做自己以后和已婚女友之间的矛盾让他终日活在抑郁之中，愤世嫉俗。直到隔壁搬来一对教会的母女，终日用诗歌洗涤他，直到教会的姊妹和牧师在他软弱时关怀他，最后还帮他实行医治祷告驱赶邪灵。驱赶过后，他就突然变了一个人。我说我们家根妹死掉了，不爽崩溃，想毁灭世界，不讲话了，可是还是要讲话，兼具字表化，老离题黑化的卡西里。呜、哦，电影《So So Movie at R 系列第37，我看见兽，我瞪他眼奶，看见兽。我先道歉，卡西里一般会减少使用情绪性字眼和恶意，带上嘲讽口吻，但这部作品逼得我口不择言。超级大烂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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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次，极尽扭曲之能事，极尽扭曲之能事，极尽扭曲之能事，说三的人有不屑。表面上你是永远不会看见教会的人显现出鄙视情绪的。我看见兽根本行兽的是个不合乎现实的教会，根本猪队友。谁说这是一部传教电影？这根本是一部把人远远推离基督教的电影。所以我看见兽不仅扭曲了同志群体，同时也扭曲了基督教。回到他扭曲同性恋的部分，当中用来指涉同性恋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的每一人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在教会见证同性恋是被邪灵附身，是野兽在辖制同性恋。我看见兽种种表现都极为差劲，台词满满的生硬、生硬、生硬，演出满满的生硬、生硬、生硬，格局满满的肥皂剧、肥皂剧、肥皂剧，内容更是满满的教育传教位、教育传教位、教育传教位。他非常成功的传递了近乎二三十年前存在于教会的会众对同性恋这敏感词汇的反应。教会或许站在同性恋是最的立场，但这个年代会真的这样指指点点你、排挤你吗？今非昔比。听我一言，教会永远不会把集体的丑陋搬上台面。你不会看见教会出现立法院那样的撕逼场面。假如撕逼都让你看见了，那这间教会还真是不及格、不能待呀。原谅我讲话这么实诚，但确实如此。教会是一处让个体本身将丑陋搬上台面的地方，是一处让你把软弱放进去，得到众人关怀、安慰，得到神医治、怜悯的地方。即便对身边的